近日，陈翔现身北京机场。当天，陈翔一身简单的休闲装扮，白色卫衣搭配牛仔外套、黑色双肩包，加上一顶棒球帽，帅气的脸上还戴了一副金丝边眼镜，整个人看上去干净清爽。虽然戴了帽子很低调，但悄悄换了发色的陈翔还是被小编发现了。据悉，陈翔此次是去外国参加活动，乡城们可以开始期待小哥哥的国际首秀了。唱歌、演技、综艺多方面发展的陈翔会带给粉丝们多少惊喜，大家都拭目以待吧。在机场看起来心情不错的陈翔独自一人先行前往柜台办理登机手续，还时不时地向柜台工作人员咨询事情，期间边看手机边与助理讨论行李托运问题。看来算术技能满分，精打细算的大管家身份还是不能舍弃的。行李托运手续完成后，陈翔与助理一行人离开，期间有粉丝索要签名，陈翔便停下脚步认真签下自己名字，之后挥手跟粉丝告别后才缓缓离开，那宠溺的小眼神可以说是非常宠粉啦。另外，陈翔的管家之旅也还在继续，期待他在节目中的精彩表现吧。